好啦，远处睇到有四隻妈妈转咗个大靓弯之后冲线啦。一号仔叫做恭喜发财，其实我唔知系边个嚟噶。二号仔大吉大利，三号仔发过猪头，四号仔靓过多士，哇！起睇下，四隻妈妈系咁冲啊！哇！起我前一百米啦，买定平手，前一百米啦，究竟系边个会冲线呢？两个蓝色头盔啊！哇！首先见到嘅一号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嘅马主系行长。跟住二号快过多士，快过多士系黄金金嘅，快过多士系 Winston。跟住三号有靓过只猪，靓过只猪嘅 Tony。哇起，我啊梗系买四号啦，加油啊四号！四号赢过刘华，哇你睇下佢结实嘅肌肉，粗犷嘅外表，咁叻讲嘅咩？性感嘅须根，哇冲线！跟住其实今日嘅总冠军唔好漏咗佢啊！诶唔系，师傅唔见咗。师傅冲紧嚟啦，仲有啊，今日嘅一号仔 Stanley 啊，哇，已经来回巴黎铁塔反转、反转再反转啦，已经好多次啦，好啦，嚟噶啦，进入大直路嘅呢只妈妈系青绿色头盔嘅大光仔，系啦，呢个系六号大吉大利，哇，大吉大利跑紧上嚟啦，你睇到呢只马嘅马主跟车跟到好贴，大吉大利左右摇摆。你睇佢个马蹄，系啦，佢话得啦，主人跟住我。你睇下佢马蹄左右揈，嗯，睇嚟琴日冇食饭嘅，唔紧要，俾啲信心。哇，但系佢好有型喎，睇唔到个肚腩喎，所以各位观众着黑色衫系好重要嘅。呢位系澳门代表队嘅朋友，听紧啲非常老土嘅歌，哇 ，very good， 好，跟住，哇，系 Stanley 啦，呢个今日嘅全场总冠军。佢系表演咗加拿大式嘅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，因为佢真系踩咗好多转啦。Danny 简直就系九项铁人赛，即系煮饭啊、洗衫啊、拖地啊咁样。嗱，你睇到佢咧，双腿系美腿嚟噶，佢系咪着住黑丝啊？今日呢对黑丝有啲反光噶、哦，着住对小白鞋、哦。嗱，呢个 Danny 嘅特点就系平时嘴嚼嚼，好长啊。系啊。但系条腿好长啊！佢只要佢老婆同个女一出现咧，佢就变咗小兔子。我要追随住佢。恭喜晒你全场总冠军，你有咩感想啊？练下啫。好劲啊！好嘢，小记者直击报道完毕。